这个艾草很有用哎，小平买了这个艾草，然后你看那个蜂蜜蜂啊，蜜蜂在我们家里哈，每天妙好的艾草扫一堆，哈，都就是因为点艾草啊，不然蜜蜂哈都到处躲躲哈，哇，你看啊，躲着哈建筑那个好像蜜蜂巢啊，这啊哦不。阮兜规间吼，常常拢安尼，哎，一堆蜜蜂啊，即嘛艾草点落去，那所以说吼，那好咧问讲，这小瓶是去倒买的，那才好用。三四。看一下，你刚给我2000，你看吧，是的。那我刚才放，就放这。对，到时候再拿那个书对，还没给你。来，对，30块嘛。30。然后发票最后我们要重开，但是发票还是会回。这对对对，当然，但是他不是。有两张折价券，你要那是减70块呢。这个不用用，这个要怎么？对。到时候你要买电动车，再跟这个。对，你先确认。有问题，你再走下跟我讲，再写单子。对啊，我看我都，那我搁在意啦，啊，搁一大堆物件。应该会哦。那个茶汤啊，这个桶子都一样吗？桶子都是一样的。每品牌一样吗？这个是灰色，另外一个桶子，你等我一下哦。他会，他会。他会原价赢折优惠，然后如果你是新办会员的话，我会建议说办 LINE。办 LINE 的话，现在折扣可以折80块。LINE 可以啊。最高可以再折八十。可以啊，这样总共多少钱？这一台2520-80，这样的话是6440，26。黄世林有在卖吗？有啊，你后面你是要卤一还是油的？不是，就是黄世林就好了。哪一个不好？黄店。很多牌子，你要帮我看一下，你要哪一种的？这个碎罐啊。阿波大罐的呀。我们现在最大品，最大是长这样，这只最大罐的我们也没有进啊。我们以前买的是那个最大罐的了，就可以用很久。来，就会了。那你先帮我办，你来扫我身上这一块。好啊，他要办，好，没问题。你要这水的，那个刚好。哦，你说他这个气垫是他的。他这个是赖哦，就是那种加进去。这里贴。哦，然后帮我点进去聊天室。是这只哦。好，那是你家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所以他就聊天。等一下，再重来，他们一直在动。对呀，他今晚来了。我的会员卡，我觉得你有办过。有办过吗？应该是有办过。你帮我点一下我的会员卡。在哪里？这个是第几？应该已经看过了。你炸了，这个位置其他都是动的。嗯。大啊没啊，会员可以直接加吗？我们现场可以办。啊，这一台的这个，这行了，这行了。2340。
你这个是干嘛的用的？它这个是洗澡用的，然后你这个是便盆椅，它底部会有个桶子，我们也有可能把这个当作是洗澡椅。对，但是要帮我注意一下，它这个很容易发霉，要帮我擦擦。来，容易发霉，阿杰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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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了。那是赶快啊，这个地方很容易发霉，如果用完要马上把它擦干，不然容易发霉。阿杰快点哦。这台比较便宜，因为它构造比较简单。它那款无用，对啊，这款无用。无用。无用。这款用。有点宽。太粗了。太小。好，这款嘛，你这款。来，按按到拢会坐啊。它比较，那条会比较短一点。这块用，这块粗了哦。要看个人，我一样那个打开给你看。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条是两块。嗯，应该它。红色的话，你确认长度？宽度的话，我再帮你。红色刚好关系啊。那就多二十公分。一折过来，这个颠倒，颠倒，接着，这边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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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走的话，我就想想有练呐，啊，没啦，快派啦，那那那你新鲜啦，你这。坐在这里就好了啊。大位嘛有，嘛咱有通啊查。你家己无去巡咧，边啊大概偌济咧？来去传，去我传啦。去图书馆传。这个是两点开门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啊，其他时间这边就没有开了。对，就是礼拜一、礼拜四休馆，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，哦、下午2点到5点。哦哦哦，啊，礼拜一跟礼拜四休馆。对。好，谢谢。
哦，叫你共点灯啊！啊？我咧点灯啊！这个是那个。哎、欸，照这个哈，我来自己没有人要帮我拍，我就自拍。对哈，叫我翕一个哈，郭子仪先贤哈，叫我翕一个啊哈，拍摄哈，瞻仰你的阿弥陀佛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国泰民安。叫来点灯，光明灯，光明灯，这是我来点灯来看看。这里是刚才那边吗？国泰币，哎，大家这边了，乔正，乔正，这个国泰币哈，这个国泰币的币，国泰币的币啊，赶快拿回家纪念，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个就是在给人家签名的，他可以拿吗？要问一下，应该也在吧，我你给他问，没啦。我想我家里有来哈，很小组。嗯，这些啊，你连署的呀？啊，反正我们就我就有来啊，我就签名啊。哦。他是可以拿。可以拿。过来。我也2023年11月1号星期三。乔真要签名来。那边要签名吗？没啦，反正到此一游啊，啊就签一个。啊？我也拿两只哦，好吗？哈。哦。哎，可能没那么多了，拿一只好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提就好，谢谢。不要你代表去呀！没啦，你嘛签一个，没差啦。不要啦。哦，签。不要你签就好了。这里谢谢。哇，他的办公室住在这里办公也不错哎。
啊，郭子仪长得这样吗？怎么好像很像那个，宋太宋明，不是啊，唐什么，东世宗李世民啊，长得跟李世民好像哦。东太宗啦、啊，东太宗李世民，很像哈、哦。郭子仪先生，郭子仪，很高兴能够来参观你的纪念堂。对啊，这个是他以前在重建，又建了是吗？你这种这种碎鬼呀，碎鬼，伊拢认为他们是郭子仪的子孙呐、啊。对啊，这个是建好的。哎、欸，啊，这行来就开挂遐。对啊，啊，就下去啊。嘿，没了，就想起。哎，这门做这种门，那个纸布。纸布。对呀、啊，新纸布啊。好，我喜欢下面有纸布。简单式啊。好，走吧。郭子仪，彭永昂、桂珠仪、要吐血吗？你去多跟人讲话。啊，内底有人。哦，阿弥陀佛，拍摄。不错哎，古色古香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悉发菩提心，啊，度众生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让大家平平安安，应子应孙，感恩感恩郭子仪。然后必定成就佛道，菩提门。诶，他这个是什么意思？